还记得上一次和朋友分割荧幕一起闯关是什么时候的事吗？全新上市的越狱搭档就要带你重温这种合作玩法的乐趣哦。越狱搭档是一款现在少见的双人合作游戏，两名玩家将分别扮演武斗派的 Leo 和头脑派的 Vincent， 以分割荧幕的玩法联手逃离警方的追捕。游戏中所有的任务都没有办法一个人完成，从偷运物资回房、凿通房间的出路、爬出高耸的通道，或是在查房时将工具给 pass 出去，所有的动作都需要两人密切的合作，才能够顺利完成这场越狱大戏。除此之外，玩家还会面临数次的抉择，像是如何与 NPC 对话，还有达成自己的目的，或是面临困境时，玩家可以投票选择要执行 Leo 还是 Vincent 的策略。随着选择的不同，剧情的发展也会产生变化。有时候就算是相同的选项，换另外一个人来执行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哦。为了让玩家感受到警匪追逐的紧张感，游戏采用了大量的电影式分镜。除了两人合作的桥段之外，也有双人共同在大荧幕上进行 QTE 动作片必备的慢动作演出，或是两人交互演出的超帅气桥段。游玩的过程仿佛就像是在看一出惊险的好莱坞动作片，绝对令人大呼过瘾哦。更棒的是，只要购买一套越狱搭档，就能够邀请好友一同连线游玩。喜欢合作游戏的玩家，现在就找你的好友一起逃出升天吧。